痛的。哦。Hello 啊。来了来了。我又想换手机了，我感觉平板直播好没感觉呀。平板虽然打起来真的很溜，但是感觉少那么点感觉。Hello，Hello，Hello，hello。 地图呀！
玩度假岛哪需要排队啊？一个人就打了，麻了，我以为打了海岛。度假岛哪需要排队啊？这图就自己一个人就打了。队友啥好玩？云云路线。嗯，跳回音村的两队。怎么？可以找他。嗯、没枪了，我好穷。我这里有物资。哇塞！哇塞！上去好久。为什么要断树呢？主王爷一个倒了，两个，牛皮。他故意让我补他，补了。稳。打手要。这个丢大岛真的不要排队友，随机排的好玩一点。这个还是不要排队友，这个排队友影响你拔枪的速度。本来地图就很小，像我这种实力强的一个人打就行了。我就没想到那儿有个栏杆，我跳了半天过不去。队友影响我拔枪的速度，闪排，然后直接跳钢枪点。有我在，爱的爱的，救你救你！看谁敢来找我们的麻烦！太厉害了吧！救你！
这里有物资。
禁止啊。举报。举报。杀伤害队友。耶，他怎么能动呢？你是真牛逼大哥。哎呀，应该他没有把我补了吧，如果是他把我补的话就可以了。应该是又是一万二吧，真的是。攒了一个。那个是禁止队友舔包，不是禁止行动。好像必须禁止才行，好像他把我补了才行。不玩度假岛了，还到我一下。嗯，皇冠开局，皇冠太难了呀。Hello。嗯，老母。Hello。Hello。Hello。开哈。开吧，开吧，开。哎，为什么没有 KD？ 为什么你们 KD 都看不到？呀，我点了个加好友，我人。这人为什么连 KD 都隐藏了呀？是太菜吗？为什么要隐藏 KD 啊？为什么呢？这能看到他平时战绩吗？啊，各种隐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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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Hello， 你多大呀？哎呀，我声音很像小孩吗？像。还把我踢了。小孩真惨，懒得怼。听过一句话没有？不要跟女人讲道理啊！那个女生肯定是看我衣服比她好看，技术比她好 ，KD 比她高，羡慕嫉妒恨，一脚把我踢了。不要跟女生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的。要试图跟女人讲道理，换一批。说实在的，像这个局，找招募队友，哎，换话了。操，你怎么绿茶呀？你怎么就插起来了？别插好吗？谢谢。那个他说我是绿茶，
我唱了。这十几点 KT 是认真的吗？躺了呀。这烟花堆。这啥呀？应该不是坐的挂车吧？吓人。这玩意儿是这样。你怎么？他一屁股坐上去了。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都好久不跳伞了，龙狮人，饿了都护手霜。小辉哥的灯笼呀，感谢辉哥。放哪里啊？岗。刚才不是一个车库吗？往标。啊、对，这边有个车库。砸标。他妈。不出意外，这个车库应该很多人。啊，如果不出意外，我想应该也是。如果人多的话，可能就要打了。啊，没事，头顶上就他妈三四个队了，不多。这辉哥26组灯笼，也就三四个队。辉哥大气啊，辉哥。妈的，我好久不跳伞了，他妈跳伞跟个呆逼似的，我操！跳伞都能看出来你呆吗？他妈的，我的这是真呆，我的这个。感谢辉哥。他们要抢车吗？我们直接拿枪吧。拿枪吗？我们跳房子拿枪。他们要拿枪。他们我们快。他们是拿车吧？就怕一楼没枪，好，一楼没枪，啊，快了，这逼上去了。有呀，为什么不拿呀？拿车了，拿车了。好漂亮。就这一个了，趁那边啊 ，OK。妈，我没甲，直接给我搂下来了，我操！左边要出，还有一个，牛，有话好好说。牛死完，牛，他妈的要跟我比扣手枪，我操！这你妈一手枪就扣我身上，开个大包我。走。这车是我打过黑烟的吗？有没有打包？没有，我有五绷带。我也有。这个车改个键不会开了，我。改都可以改。可怜巴巴的我四四绷带。我们今天看那个15岁小孩那个新闻。这是红色的头发，我看看，是的，小鸟儿，你是个小鸟儿，你才是愤怒的小鸟。哎，前面有车，有大枪吗？他要有枪的话，我们就咱们好打呀，我们的车不行啊。你看他们没枪，我操！大量枪，他们有枪就打我们了。他们没枪，哦，他们是找车了，你知道吗？他们找车，他们，对他们拿一把枪打俩，他们就死了。汤姆逊，不是我们不能离他们太近。他们先到了，不行。大分没了。Yes， 一个。他们拿到。我拿枪。他喷子，我操。我没有了。我有。我没子弹了。再回来。上一个。二楼。先捡卡，先捡卡，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先捡卡。楼梯上有一个，楼梯上有一个。把卡捡了，听到没有？你楼上有一个，操！我吗？对。他应该没枪。以为我在。他黑了，你要开不开门？哇操！我真的，一喷就没喷死，去你爹！
哇！哎呀，我没捡卡呢。他妈要补我，我操！你先救爱好，他没卡。他补我，算不算？都来了来了。哎呦，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去狗去。等一下，我先打，先打。我说我好惨。我要换个子弹，好，可以了。什么？你要记了？哎，好啊，好啊。就一个了吧？这里，这里，这里。就是对面那一个了。对，还有一个，把这卡捡了。最后一个有点菜的，我们就是没枪被他打了。我有 AK， 我把他打了。别跳那边，别跳那边，去跳机场。我他妈都跳了。哇！打个药，我们去打他二号。嗯。我没药耶，你有多的药吗？确实，确实，我刚才看，是不是那个小熊猫最后一个？我没有多的药耶，你有药吗？跟个人机一样的，长得。我打的跟个人机一样的。我，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我去隔壁拿个药。怎么还有烟花堆？我啥都没，因为我隔壁也被搜了。我操！隔壁被我搜的。年兽啊！年兽打，打年兽。他要跑。太难了。他跑哪儿去了？他跑了吗？刚药都没打就跟你上了，我操！没脚步了。应该在楼上。等一下。估计在楼梯口。你没有药吗？没有，啊，反正有卡，不管了。来，上。哎，姐姐记，哎，姐姐，牛逼！啊，我就，太棒了，太棒了！在杠铃般的笑声，nice，nice，nice。这边没人搜过了吗？我天，有人。哦，真的吗？我们进。哎呀，没有药，没有药。我们从后面进吧，前面怕，怕有人。他们也不过来打我们，那么大的枪声。好像是复活没过来，是好像是打不过来吗？打不过来。不知道。他们队友怂。哎呦，有人，别过来，走。我不行，我进过来了。我操！为什么何德何能？听他妈两个妹子在这里，我操！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来制裁我，好不好？他妈的，在下何德何能？我操！平生单身二十余年，我操，没这样过呀！我操！不行，我得到河里淹一波，清醒清醒。啊！走，我们去阴人。他说要和你先一波清醒清醒。嗯，哈，笑死我了！不要了。谢辉哥的柔神卡，感谢辉哥。没有药了，帮帮我吧。李兄，给你支个大拇哥了。一枪就一枪，你揍他，他妈两枪九八 K 了，他妈你再不打他，我黑了。我的。不要慌，我先改个键。你也妈的！我觉得他们俩在演我们，发没发现？我觉得好奇怪呀！天哪，走，我们去钟楼。你别走，你别走！他妈，你别往走！你他妈，你下车！他喵的，这是你下来才是真爱吗？他们两个，我们两个。走吧。妈的，我们死了能怎么办？小英，我也想跟你们快乐的小朋友们。想跟我们，跟我们一起。我有一百八十发五六，你要吗？我没有枪。那是啊。你没有药吗？你可以问那两个妹子要不要。有，走。他妈的，他们龙是神出了，还要我给的东西。给他标个点，再让他来捡。他妈不是我看不起他，我操！他要是出来问我要，我真的一个逼兜子就抽上去了。标记了一处地点。他妈的，我都没问他要，他在这里，我操！我都穷成这逼样了，就剩裤衩子了，我操！中楼。他妈，我裤衩子都不多，就一条，他妈的还问我要。大哥，裤衩子要经常换呀，不然会得病的。他妈！你还是有钱，要是给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买个裤衩子的。啊，对，开摆好吧，不错了，开摆。他妈！我躺平好吧。一个女的为什么对男性的健康这么了解？
我男女同理的，我看那个这个研究过呀，我看那个老爸评测裤衩子三个月不换就各种细菌毒。哎，那个伟霆，你要啊，好，你收声，我求你收声，你要不要？我不，你要不要吃点子弹？你给俩男的都聊自闭了，女的分泌比男的分泌。别说了，他要被雷死了。他要死了，你看他要死了，他被雷死了。死都可以死。下来。快，你跟他讲裤衩子的故事，他说不定不打你。是。小心点，他把队友炸了，别下去三秒，他把我队友炸了。胖子啊，不去接他们吗？不需要，死完了。我要接你们，我要来接你们。你不是来舔包的吗？他刚把队友炸了，你知道吗？真的吗？他给我们讲完裤衩子的故事，然后就把我们屏蔽了。操！你也屏蔽了吗？我屏蔽了。没有啊。我就听你们两个一直在那边叽叽喳喳。我边走边吵了。对啊，你把他们屏蔽了吗？屏蔽了，真的太吵了。怎么人又没了？记得有人。封个烟，先别打。封个烟，他在干了。这就是一开始那。好牛逼！还有两个在原地，就是他们那就一队呀、啊。对啊，我看到他那个雷拉的那个队友，我就知道他把不要扎扎了，我们要死啦！不要扎扎啦！舔我们，等我们去救他们。左右两个，有一个有两个，对，两个原点干拉的，我先打个药。不需要他们去。左边黑了，厕所去了。我们把炮雷拿了。我建议你往车底下封个烟，然后我们上车拉。我建议你炮台。拉炮台。不跑，我建议给你一嘴巴。他就跟你说话。哎呦，差点没了，我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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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炮台。不行啊，过不到呀，他们那边。对。他妈还拉我，我操他爹！说不定他们把我们也屏蔽了。应该没有吧？你猜的好对啊，哥哥。啊、在厕所是吧？对，厕所。厕所后面有一个。姐姐你好棒哦，姐姐。我操了，妈的你漏啊！有烟吗？好吧。一箱啊。你看，我们要赶过去救他们。你别吧，我求你别过来抢我们的包，谢谢。我们已经够呛。我们，你觉得我们需要吗？哇塞，我还有。我自救器，你有吗？打完再说，打完再说。我刚捡的包怎么了？那当我没问。哎，他有五个烟，我直接封烟拉吧。哇，好远呐、啊！他起烟过来了，找个车。他不敢过来。我这边那个烟也不够。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这个地方。你别急。这个、你别吵，别吵。有远点打我们。
投诉的，就是还是他队友，小四。我拉出。小四这个屌，倒倒倒。都回去。原点。原点最后一个应该是他队友，不管他，你们先往。我去把他扶了。对。不要跟了。你怎么原地飞呀、啊？没动吗？他没倒吗？没有啊。他自救了吗？我在原地。他自救了吗？啊，对，起来了。倒了，倒掉了，又死了。我靠！就哎，为什么你们在那边杀那么多，还不是淘汰吗？因为我们俩平均分的杀的。哦，掉掉掉。是吧？有个棍子，我们直接拉吧。我有狙。他伏地了，我看到车了，这不好拉呀！我接你，我接你，我接你。不着急，棍子要出事。看一下人在哪里。你敢坐我的车吗？危险！不敢。推。啊推！就要坐这个，我们就坐这个拉风，不要那个轿车。这里吗？有危险，不是，其实吧，不管说我有点。小虎队那边还挺。那我去舔包子。是不是他队友？我操！回去吧，回去开机回去。是是是。他们俩好厉害哦。面对了呀。哪有你们厉害呀？龙之神都杀出来了，好溜的呀！我这最多充其量就是个菜鸡。对。别呀、啊、别呀、啊！哎呦，一会儿过来，过来给我俩扎。不要发。你们俩不用过来。卡轱辘了，他们没有人了是吧？我们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他面对了，他面对了。有目标吗？喂，那个有狗杂吗？有，这个皮包里。我操，你的车好帅啊！你可以走了。是吧？再给你看一眼。我也是他儿子。我想着，我应该能把他扶出去啊！他装起来了。这有车耶！啊！这吉普车能坐吗？哎，上面应该有车吧？这里，这里。处地点。他怎么又有？怎么也歪了？他怎么皮肤这么多呀？你什么、啊？他妈的！哇，好羡慕呀！阿哇，阿富，阿富，刘游，阿富，别往圈圈了，别往圈外走。哪个阿富？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先！我们去。哎，狮子，狮子，哪里？这个叫什么龙？你头顶上，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有这个车，我们车不太行。太快了。我们去换那个车吧。准备来救我们啊！我们要证明一下是不是渣男。龙没有，谢谢。看，后半句看到我们都害怕。行吧，进圈吧，我没药，哥哥，别他妈的。他没药。你把我放下来。妈呀，我八瓶饮料了，害怕了。我也有八瓶，我也有八瓶饮料，我蛋。他不是说他没药吗？哎，刚刚那个吉那个四车在哪来着？接我的。后面来了个狮子。他们要死！我掉三人！这竟然有三个人！我俩为什么？对呀，然后我们车还被马上打炸了。不是为什么你们穿到那儿去？喂，你们把你的点去了。我们要去换车呀。车库没车呀、啊。刚刚那个轿车在哪？那、啊、为了借我们。对呀、啊。
姐姐真棒。骗人，我不信。不信，你不信，我们真的是要去找车。别翻，我操！别翻，我操！行行行。这要是个圆蹦蹦、圆皮蹦蹦，我就已经上天了。还有几个？我考虑，我不想坐后面。那你开。就这样。你懂顺狙吗？车上顺狙你懂吗？怎么打个狙啊！我操，打狙怎么打？你放心，我能量。还在那边吗？应该还在那个房子。我们俩光。行了，应该走了。那边我们应该去了。那还剩两个，两个，哎，三个有可能，因为还有个狮子，我还是要命对的。他们好像去那边玩去了。给他俩包。我靠！你们怎么死这里了？这里应该有人。楼里有人吗？好像在楼里吧，我不知道。哇，没有。有，旁边有人捏雷了，小楼。哎，我操了。三个，三个，还有两个。后面枪击，还有一个外围，一个队，另一个队，另一个队，去你爹的，满编队，操！另一个又来一个队，两个队，我听到两个脚步，哇，我人头一个没补，全被枪了，操他爹！玩个鸡巴玩！不要再骂，走。小姐姐自闭了，为什么？姐姐说你太，小姐说你太吵了，我不想搭理你。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应该不认识，毕竟女生都是自带的。我操，你不认识，你们两个怎么玩的这么嗨？我以为你们是一起进来的嘞。我操。嗯，帅的呀。他应该不打了吧？他应该是重新上线，有没有可能？或者就是去后台刷了个抖音。这小姐姐这怎么牛逼？这他妈十点几 KD 是不是他妈的别人打的呀？他应该是玩的小号，你信不信？我不听。你看他最高最高他妈星钻。我操！我十场 KD 都没他高，丢人。他就打了一个赛季嘛，16赛季才杀四才玩四把吗？当年赛季冲。对，从黄金，从那个青铜开始玩的话，那 KD 肯定高呀。我以为他是你们朋友呢。我不认识吧？啊，对对对对，我认识。那你赶紧我认识，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个裤衩子，我认识。你这个狗过不去了是吧？不是，他他妈在那边研究，我操！我真的。没关系，我没说裤衩子呀，操了！你说的呀，你说你他妈内裤都没有的。操他妈，那他妈是多少是多久之前说的了？操！嗯，笑死我了。什么裤衩子？让我看看。什么裤衩子？哪有裤衩子？让我看看。等会儿。네가보고싶어나의속마음에담아오이모티콘하나하나속에直接贴了。装个人呗。不行。那我拉一个。对对对对对。嘿，miss miss。做白天打的。对哦，你怎么一踢你到了呀？我说我要踢鱼了，没说让你看鱼，让我看。我要龙，会龙。
刚刚咋的？吓我，吓我一大跳！妈，他有点那个台湾腔哦。我在听。他说有点机车，这么机车哦。实话，你们说好机车哦。靠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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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你跟我坐坐，你跟我坐坐。靠着靠背，靠背了，靠背了。色色，你跟谁色色？第十了。讲中文好不啦？他胖就是微胖，啊我胖就是发福的猪，求雷吗？俏丽娃。人家一出来的父母不听话。请讲普通话。What's your name? Okay, okay. 你他喵的 You are BBR.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your mama. Fuck you, bitch. Fuck you. Mom. 应该说 My name is mother, 好吧？这边哎，这边向你们去高斜点。You are mama, 操！多大二号？二号起码得三十。我是你爹，啊、我三十。听到这声音应该二十。我死了死了。我操我的妈，没了。我懂。他妈怎么不对了？他妈不对！还是吧，我们在下面，我听你的，等我们，听你的，等我们死了再说。那他妈，等我们把人清的差不多了再来吧。嗯。那我们俩在那苟是吧？来斗地主啊！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就一个王。你是那你是大王还是小王？我操！四个。Pass。好，不要，然后。顺子从三顺到顺到最大的顺子，我操，那你太顺了啊、哦，那可太会顺了。你们来吧，跟在我们后面吧。差不多了。他妈连卡都解不了，你认真的吗？对，对，真的真的，跟我们后面，你们不要冲前面就行。你们注意，我不想去。注意老烟蒂就行。我这边打倒了一个，外围打倒了一个，没。今天有人吗？你们肉了吗？我们老烟蒂，我们注意不到老烟蒂。不知道，应该。我今天我操。
好几个脚步。我先把麦关了。对，我这个楼死吃掉了。那我过来挺高的。隔壁楼。中楼上没有。中楼上没有。走，趁中楼上面打架，我们可以摸一手。等一下，我把旁边这个炸了。近点，近点脚下。哦，近点来人了，中楼摸不了。还有好多人，我操！我感觉你们要。他雷死了，我死了。隔壁楼倒，隔壁楼倒。我直接要了，但中楼打我。进来可以吧，先拉人，不着急。不要往上拉的呀。我走了。你们跑，我有卡。别吵，你别他妈的，你再他妈的，我他妈的。你们跑，这边一个满编队。跟我来，他们跟我来，连上一个满编队，连上一个满编队。快跑他没开，有可能他就在这边阴人的。算了，我们跳那个车库吧。我靠！那你这么牛逼？等一会儿吧。他应该没有吧？等一下，没打我。有没有可能他是为了你有没有看到人了？没看到人，牛逼不啊？这波300那个核子弹，你会不会现场教学？就看到下面有辆车。瞎鸡巴说龙魂。P 城轰炸区是有人的，肯定有人的，这个位置肯定有人。牛逼！他没被我们打死的，有可能就在教堂这边阴我们。等队友一起来吧，他们不是开车回来了吗？我们从龙之城门口偷了辆红轿子。没有，我在刚进去的，我在你喊我。我们收点油，我们收点油。我没办法，看好了门口有个对面他妈的有卡，我操，一个队，我们脸上就一个满编队，隔壁中楼里还有人，你们打不了的。没有，你刚才喊我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好了门口有个车了，我在想你们死了，我直接就走了。有人要556子弹吗？路上挂好的，逃跑路线。他不往二楼冲没事，他一楼打倒的人补都不补了，他直接往楼上冲了，我操！不是，他人在二楼，我在二楼打倒的。一楼倒一个，你可以抢个人头的。我没看到。后面有个人机。拉都拉不住，你知道吗？哎、给你。哎、不是我刚刚，我刚失误了，你知道吗？我刚刚那个朝天了，我用第三面板，那是我朝天了，那好像是刷的车。你要把枪朝天了的，对，没打他，不然他死了。就刷了车。我一头一甲呀、啊！我操，我二头二甲，我二头二甲，两把一 K。你们快来呀、啊！把皮层摸一摸。我操！我们他妈从龙市，你看看他妈龙这个地方被他妈阴了好几回了，我操！你在皮城站着，你往龙之城标个点。他妈，我油都开完了。谁啊？我油都见底了。邀请。学校有人啊？我们什么呀？五龙啊！学校也有人。你不是在五吗？你直接五呀！我们坐着你的龙。我看你五，对。五啊，接着奏乐，接着五啊。对，现在我真追了，打了一辈子仗了，打了一辈子仗了，享受享受怎么了？我就不能享受享受吗？我看着女人跳舞怎么了？不行吗？他喵的，她是女人吗？有妇？孕妇吗？这是什么词？
这新名词呀、啊，我操！预付，满付，谁有五六子弹给点？不给，本来我有的，不给了。少少少少，不不，美美女美女，来少付。140发，不给你，一发都不给。我半路丢了都不给你。来来来来，不是二号多大呀？二号多大了？少侠少侠少侠，为什么不开那个？左左左，你那个，因为他有金嘛。不是，那哪个是刷的车呀？我丢，你吓死我了！我有人了。走，我们摇起来，把油减一下。他怎么开始日车了？这不好吧？他开始日车了。坏蛋。哪边打哟？他说这个车跟我有感情，我他妈从 从螺丝偷过来的。偷也不偷个好的，油都没了，还掉耐久。你妈的，老子满血。满耐久，奶油开过来的，开到这边没油了，我操！搞得你很光荣一样，都剩落地就没了，你好歹杀个人。他妈的，你说话呢？我他妈落地一个拳头，我拿拳头抡死了的。那怪我喽，你落地没效，运气不好，怪我了。我他妈，把这个粘手打开。这个粘手。我要个补偿这么难，你要吗？来，我给你。我不要，我不要了。丢了，丢了。工作，快。学校有人标记了一处地点，我这个又是98K，真会十点校正。学校有人，那都有人。咱宿舍楼有人，先等我找。等你打开那个。有人，俩，下，直接往房子里走。三个，四个。买边。5个6个，他们在摆阵，怎么打？我操！全在楼顶摆阵。摆阵，你们有雷吗？有雷，有2个雷。你会破阵吗？我们压往前，慢慢摸到快。别吵，别吵，别吵。到顶上的时候，你们捏雷。别吵，别吵。OK。没炸到。炸残了已经，谁往顶上封个烟，我直接拉左手了，我直接莽左手了。我操！拉！真假的？都敢上？这天牛逼了哥！4桶汽油。这都敢上？来个架个枪。架着呢。来火了。没心态。我不玩了，可以。其实能打。我去找女人去了。我操！我去找女人去了。我玩不动了。我操！这套路太深了。还有汽油吗？有雷啊！别上来一号。别去了，门口有雷。妈的！真鸡巴狗！我操！还有汽油吗？没有了，汽油没有了。右手趴了2个，左手是1个，是吧？3个。他妈左手睡了3个，操！啊？左手3个吗？那么人数不对啊，右手是2个呀。右手1个，左手3个。你那边你冲的地方是3个吗？对，3个。这他妈左边都有，右边就1个。人机啊！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去右手？右手是2个，右手趴了2个。两个人一起打左手，不要回。信我。有烟吗？有烟吗？有。我有办法，我想咱们去拉去比较旁边的楼，我想是旁边楼能不能打？拜拜，叶先别疯，秒疯啊！全封错地方，你封楼梯有没有？上！哎，多少两个？神经病啊！两边队，两边队，哈哈哈哈哈！两边队，左手是2个。
后面横点转点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莽呢？没看懂。那有你有没有发现有个人死了在那带节奏呢？反正我无话可说，我无话可说。你看，傻逼队，以后这种楼不打了。我真不打了，这么摆正的为什么要上呀？我看不懂。我一百年，我一百年碰到过歹笨的一次，今天跟你们碰到了，我也是开了眼了。一百年我好多次，你知道吗？我经常一辈子碰不到几回。这种狗逼还有玩游戏呢。我其实我看到他，我就不想打，我跑都不想跑了。我平时根本就不打这种，他们摆这种楼我不打的。那我们没有雷，没有烟，有雷有烟就好了。有雷的话，去隔壁楼丢雷就行了。没有雷，我就一颗烟。哎呦，我跟你讲，摆这种真的还是少的，十把里面遇到个一把已经不错了。确实，我是没见。我真的，那我们运气好好的。我是一辈子遇不到几回。二号呢？说把衣服给我穿，二号，衣服给我。不给。我，你。把头给我，头发给我。你问三号，我们今天打了一下午都没遇到过这种局，我操。我没头发，我给你头太丑，我这边没头发。对啊，就太丑了。我有头发，我的头发好看。你赶紧给我，我赶紧给我。我不给，我显示的是，我调的是一条帽子。好，行，别说，不要。衣服都给他扒了，切。饿了吗？送装。电摇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放哪了？啊？放哪呢？啊？还龙是什么？别了，我累了，我头。我麻了。远，算了，几个？远了还他妈几个队呢？真的，我操！一个房区几个队？妈的，一个小房区，三个楼，三个小房子，人三个小房子，他妈人三个队，哎，三个小房子，三个队，他妈两个队为了一个一甲打的。你妈！我宁愿去他妈的济港捡个捡破烂，去捡个裤衩。我宁愿去济港钢枪，我也不想去了。自成送快递是吧？我想去济港捡裤衩。嗯，济港是我家，东西随便拿。然后怎么说啊？什么？我是黑熊精，直接偷袈裟。黑熊精。不要再笑了，说的就是你。他是比较瘦的一个黑熊精。淘宝上一个唐僧的袈裟卖他妈1888，我随机说了句，有病脑子有病的人才会买，然后他妈月销，月销成四。我跟你讲，还真有人买，但是盒子他妈，这妈了1888，唐僧的。我头疼，你放了？他们估计要去拿狮子。看一下，他们去跳哪了？这边当时，一下我去三趟了。操！为什么我脱离不掉？他们跳下房了吗？没看到。落你妈我边上了。落这儿了，别他妈没看到，一个队。看到了，三仓面前的集装箱，我没枪。我操！他妈的，拿个喷子就喷，我操！你没枪，人家当然喷你喽。我操！不是，他在喷那个喷三号。我操！我操！三号没。三号没。我还有。能救吗？没枪呀，我们。我找一号，我得找一号了。好的。找我？哎，对，你赶紧来。在我旁边都来我这儿了。哇 ！OK 啊，好，很棒。气死了我要。
我兄弟，我操他妈！来我这边，人都在我这里。哇，这个逼他妈的！他在哪？看到了。哎呦，又看见，难受呀！我他妈咋一枪都没中过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这里两个，你小心点行吗？别过来，不要闪。前面我操，他他妈溜起来出来挨一枪就好吗？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有药。没有。哎呀，我刚刚我真的是我蹲着跟他打的吗？有人看吗？哎，难受呀，难受呀。又死了俩呀！我在做梦，我全程在做梦。我那个位置，我叫你们过来，你们不来，那肯定要死。我没枪，我刚才是就一把大扳机，38发子弹，多一发没有。我以为你们在我后面，我操！我直接拉出去打。你也有瓦信号枪？啊，我直接打了呀。不要背镜。那这么慢？死的太亏了，我们都有信号枪。我还是刚捡到的，还是他们摸过的箱子，搞笑呢。这个五点，这个 P90 是个什么幻讯呀？什么讯？你要8倍或6倍？在说啥呀？这边还有个。你要背镜？要背镜啊，要的。我这里有物资。哇哦！好发财呀！
走吧走吧，别搁这让他们看电影，走吧。去哪儿？找人打，赶紧。他打了个操空。我等空投呢。我知道他打了。我知道他带了车。你没打空投吗？我打了，我都捡完了。我捡完了。五只车。我没子弹飞了。要不是开那个蹦子，我来打他。没药包。我不是给了你个大包吗？刚才吃完了呀，那大包不是我。哎，我操！我现在枪都压不住了。哎，这屋子车，我这枪不行。这好多子弹呀、啊！走，打架去，擦！你的超空呢？你不捡？有丝啊！有丝啊！你的超空刚冒烟，捡过了。啊！狮子。我想要那个物资车，要不先打物资车。我到底怎么打物资车呗？怎么打物资车？物资车飞？那你不开飞机啊？不是。我有枪啥呀？你打不？你能掏枪吗？你开飞机？我冲锋枪啊！我错了。哎，给我撞死！我给你撞死了。哇哦，应该有自救器吧？没有。不是啊，物资车不是必刷自救器吗？皮肤都有了。啊！你让我舔个包呀！我穷啊！你要什么？大哥，去龙狮子那边什么都有了。除了子弹，什么都有。这啥呀？我什么车？我自己配的车的吗？我的去！你是真的要多？我操！一遍接一遍跳车。那是那是。五个狮。哎，有冲锋枪子弹啦！小屁股一弹，直接五呀呢！这屁股一弹，我是真没想到。没啥试过，比较呆这个东西。不能用吗？给你鼓个掌，不错。再给你鼓个掌，可以，很秀。
啥东西。我们要不要一直拿个狮子算了吧？现在狮子也挺容易爆的。还有狮子，拿狮子呀，走吧。你不是也有吗？走吧。能不能跳过这个房子？跳不过。跳不过。这狮子挺脆的，现在。这狮子能撞人，我记得我那时候撞一个杀人。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早改版了。哇哦！哟！嚯！哟！这个上坡速度不会摔入。你俩干什么？有点呆。那多事情，那卡这个多事情，把火柴狮子背都买个。是吧？嗯。卡这时间就行。关键这玩意摔落不掉钱。到决赛圈子，你得压一点无敌哥，说实话。但是这狮子现在很容易被打死的。你除非被四个人集火，一两个人打不过。我一个打过，就是拿那个 AO 不是那个 MG3，不到一梭子就直接打爆一个。那也要打得准。打不落追着扫也就半梭子腰射。P 层好像有人耶，一开始一回血，有回血的那是无敌，我操！真的，我操，一个冲能直接满了，我操！现在龙又好像又飞得高一点了。不知道，龙的话自动压低的会。龙现在又可以飞得高一点。前两天他妈爬虫，我操！爬虫，他妈在那离地是吧？对，摩根转贴的地飞，摩根记就这样。爬虫，啊呀！有车耶，我有车呗。那你要不上我的五十吧，你的五十留。我怕被炸，从这个轰炸机过了。我怕上你十四，然后你被炸了。哎，五个龙在。还有五龙吗？还有五龙是吧？啊，五个龙。有人。我他这里进咋个了？他有人，他来撸了点我了这里。不要来。没事。他为什么啊？刚才他打了一个人机，没看到他，还是零渣，现在才显示出来。去五龙呀！那不是等你的吗？这个五龙是在地上跑的，不是在飞的。现在可以飞了。这个龙不能飞。这逼。你能看到我给你鼓掌吗？我看到一只狗在那鼓掌，没看到人。我是你妈。我儿子，滚！妈的，一直在骂。人很烦人，你这个人。我还是钱不是比较好。不是吧？要是龙没用。来呀，弗龙，你的。这不是飞的呀。是呀。还有五分钟。他飞个屌啊！他是走的好吧？飞的，你变呀！能飞呀！你变呀！你变呀！你是傻子。下来，哦，下来就可以飞了。我起来了，你爹妈！现在没飞多高呀，五十可以坐在五龙身上飞。不是，谁他妈拿个这个龙在地上走？
没飞多高呀，这。这现在还不高，前两天都爬虫，好不好？就爬在地上爬了。完了，我上渣男的准备上。你要不现在跳？你怎么不说你是被渣的？我一点都不渣的，我都没被轰炸去。说完说话你就死了，那说这种话的，我是真没被炸过。哎，有空投看没？前面前方有危险，我没。我看了一路，你问我看到没有？我怕你瞎。还是龙号，狮子龙是大，怕你个大。离你远一点。你快闪避！再远。超空我就去吧。移形换位了，有人呢。爬他！妈！你能掏枪吗？你掏不了枪。掏不了枪。你们要提醒一下，给他挂树上。挂树上。今天就是个厕所人。他在那个，应该是那个。在地沟里，在地沟里。沟里。地沟里。咱们在天上飞一飞。小崽子，就前面看到没？就这一个吗？叫人机，我操！不是不是，真人。突然落地，看他。厕所里还有个。哎呀，你他喵，你堵着厕所门口！不是我堵的。你把那个人补了呀。他不让我进去啊。哎呦，那个人去捡空投了。来了来了。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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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骑龙走，骑龙走，骑龙走，骑龙不够。对，下来。我看到。左走，左走。别别，打药。右手还有一个。还有两个。那个 BB 我搂了一枪吗？他在你前170那边有个骨堆的，我还看到一个粉色衣服的，左边看到没？这里这里有一个，看到没？下面伏地有一个，对，还有，前面左边还有一个，还好正前方，正前方我趴了一个，这屌枪我是真不想用，这 AM 啊！你个孔雷博了，可吃钻你！我们龙是不是用不了了？应该还有一分钟失效，一分钟那就卡点用。我直接卡了，我直接用了，走了，赶紧走进圈。卡点用。一分钟。我没多少子弹。再废。废墟，你骑龙不要骑狮子，废墟他妈直接飞光明顶了。他在墨迹一会儿，他的龙都开不了了。还有一分钟，还有45秒呢。狮子应该开不了，龙应该是。他后拿的呀。他不是根据时间限制。那不要这个不讲的。他是不讲，他不讲先后拿的，他是时间线，整体时间。那你为什么是一分钟？他为什么只有几十秒了？他猜。这比跑的真他妈快，我操！这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你狮子最高才100，我都118了。我看到人了，我刚刚踩那个点有人，我屁股后面有人，就是往废墟去那下面，我看到了一个就。你要不要像我的狮子阿龙？行啊，直接飞顶上。我也不能跳了，就这样，咱们就这样。哎！
上面怎么会有这种笨逼队友？上不了光明顶，这有限制。嗯，去卡着就行，我们就在树里面待着就行。还可以这样子？不是你屁股有人啊？你这个位置太明显了。哦，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待着吧。这样挺好的。那边山上有人。标记了一处地点。就左边山上，趴下来了，躺下来了。还能喝饮料，多好啊！对啊。我想下去拿狙打他。你下去就上不来了，你别了，吃马筋吧。左边废墟里面有一个。前方有危险。咱们这样真的好吗？真的好，挺好的，太有安全感。哎呀，咬他！看下一波圈速哪里？大概率在这儿。哪里？大概率。我们还可以再躲一下。伟霆说：“我好贱啊！”会输下来吗？输下来不就听到我们飞行器的声音吗？你他妈，你不会看啊？看不到呀，说好密啊！操！我他妈，这儿我的哪儿都能看着。你在头那里啊？那能一样吗？后边防区来两个。标记了一处地点。看到树叶了，我也往后挪挪。我现在啥也看不到，这下彻底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树叶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没这么狗过，我也没这么狗过呀。吃吧鸡，吃吧鸡，能吃鸡就行。现在啥也不用看，你们真的看不到。哎，脚下来人。可以从下面看。哦，又不这样子。一会儿。我下去打，你就开着楼。别吧，我操！我可不想再下去接你。不是。要跑就跑了。你不行，相信我，你不行，你打不死我。我把把都活到最后，好吧？对。那是因为你狗。这打的是我们吗？应该不是，他应该没有这么狗。让我腿腿。这脑袋露出来挂了两个。尾巴露出去了没有？我坐到最后一排，没有，应该没在打我们。哎，最后一排能看视角，好像看不到。被打的好嗨！哎，你说我们狗到只剩一个队的时候找不到我们，然后我们从天而降，哗哗把他们杀了，会怎么样？你在做梦，我操！你在做梦，他们只是没空看。不是，如果说你们贴面圈，你们就不要动，对就打个止痛药，他们就没了。对我树下蹲两个。咦？好，在我们后边，往后退退。别往后退呀、啊！别往后退呀、啊！他枪口抬不上来吧？我操！他让我飞起来。我操！别往后退。枪口抬不上来。往前走也行。你这样一来，人家应该看到你了。我们在圈里，我们在圈里，这样就。我操！你，哦，在这儿藏。他不是我，他自己飞上去的。哦，就这儿，就这儿，别动。我有点藏不住了，怎么办？这视野好好呀，我能看到。看到没有？吉利服过来了，看到没有？那吉利服脚下。
看到没有？脚下，左边。前方有危险。但是他应该能听到我们飞行器的声音。不管他，你不管。头抬不上来的。他打我们，我们就你看到没有？那边又来一个车。一个队的。翻了。我又翻回来了。哇，四个人。后面又跟一个。你猜他们看得见吗？五个，外面还有一个满编队。我操！看到了。没看到，看不到。开全500跟他聊聊天。你们别动就行，他不会抬枪打你们。这瞎逼！他们以为他们卡麦了，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想着是往那个废墟里面摸。是。好，被打了。左边应该也是一个满编。我们恐吓他们。你们待会绕到右边下来打他们吧。他们在打，不管屁股，等一会儿你跳下去往右边走。对，先不着急。他们现在打架更管不了你们了，不能动啊，一动要没了。喝着你的饮料。拔个腿。在门口卡着一个。楼上只能喝饮料好吧？那里门口又有一个，看到没有？废墟里面不是一队，操！那是一个。让他们打，跟我没关系。三个，我们脸上是三个。一会儿他们说，哎，这两个龙是哪来的？妈的，让他们三打三去吧。我没关系、啊。我感觉有人要发现你们了。好像那个逼他妈摸后面去了。没有，有个人在我们左边，他在网圈里趴呢。前方有危险。圈在那里。我看到前方了。我们动吗？哎，不过你视角往右边拉一点。你飞龙能飞到那个柱子上面吗？飞不到，飞不到，那个柱子飞不到，那个圆柱是吧？应该可以站上面，飞不到，不上不去，上不去，就这都给我拉下来的，那个地方有危险，太对，不给我拉下来的。我这儿有一个，这儿标记了一处地点，前方有危险。没有，你飞到一定高度，你飞里面去吧，飞里面去吧。二十几秒，直接飞，飞右手里面应该是没人的。这里面，这里面有人的。落，往下落。不在，跑到这边，跑了，不在。前面有人。有人也要打，多小的枪了，肯定有人了。那队没事，你打个药就行。可以秒。这个独狼别管他，独狼别管他，牛逼，直接拉圈里那个死，他要跑毒，你先不能拉，他要往圈里进，不用加枪，不用，能打的，这是一个，牛逼，吓我一大跳，哎，为什么这个不能救他破圈，你不能救他，我以为他毒死了出不来，不可能。那个还没死，这不吃鸡了吗？Hello，Hello， 他妈，你今天怎么上线这么早？啊？我说你今天怎么上？没想到我能在天上挂他妈一局啊！我操！我能跟你说，我他妈原神，我已经干到动不了的程度了，你还玩吗？你只能每天做一下任务，跑跑图，不要玩两个小时。我看了半小时电影，我刚刚对枪那个技能，它是妈的，我在天上挂了一局，不是是 MG3 吗？还是什么？我怎么拿我去溜二吧？哎，我操！我是真没想到，我能在天上挂。居然没打过他。
打了差不多一晚上的最烈。什么时候？昨天吗？对，11点多打到3点多。牛逼啊！你就现在不上班了吗？好，我10多号就放假了。等我放假了，我晚上陪你搞。我15号的时候就放假了。我都27了，操他逼！27。快了，明天25。34天。回了27。那你回老家吗？我就在家呀。你说27分，你就在家。今年29过年嘛。我做到27。嗯。农历啊。嗯。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特种兵，请准备。我看到那套衣服不错，我要拔了它。你别拦着我。哪里？就是新套装啊。不哪呀？就是穿起来感觉有点胖的那一件。S 城有车库的吧？没有。没有。那边应该刷车吧，路上刷三轮，这边刷几轮，那边不一定刷，有的时候也刷不着。不跳西岗了，这几个打不过，这就有车，今年脚下就有车。下面有车吗？有，脚下就有。对，我标的绿点。你去哪？你去哪？我车呢？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车，4人的。有人抢，有人抢，两个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有一队去抢了。对。哎，我都抢到了，可以，我拿枪。我拿枪。我操，我车呢？白白的小伙子们。我操！完了逼呀！混蛋，去你爹！什么鬼？他是先打。不打了吗？我操！我这个车是真车！我操！标记了一处地点。哎呀，他怎么死了呀？他不打，问题不大。186。不是你，你跑了我咋办呀？我没跑啊。那我。把我一个人丢在 S 城了。我出来找车的呀，这边只有飞机没有车。我要是把飞机拉起来，我就下不来了。你刚刚那个你吉普车不是你的呀？我这里有物资。那我可以回来，我应该能开飞机拉过来。我过来了，我过来了。我们去龙狮城吧。怎么又是我们两个呀？那我退。你要是不无所谓掉分的话，那我还真无所谓，因为这个游戏本来不是我想玩，是伟霆想玩。伟霆是谁啊？就是一号。陈伟霆吗？你听过伟霆说话？他不是演电视剧吗？快来接我呀！我们去龙狮城呀！你沿路跑。你开的啥东西啊？好慢，这个。什么？你开的灰机啊！为什么每把都是在飞
上去。你有油吗？你有油吗？没有。那咱俩不能要掉。那不是有车吗？前面。这有车，兄弟。我飞起来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飞起来了。这油能到的是什么？我想打架。哎，什么？给我枪头啊！我觉得这次不需要干。高空危险，不可离开在即。你他妈的，你老要杀！哪有这？你不敢干了破危机！好玩。扛揍我！真服了，你故意的是吧？我没想着他不扛揍。这回这个就是不扛揍呀。好了好了，不玩了，睡觉。拜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拜拜。我真服了呀！那有辆车不开，非要开个灰机送人头。有卖吗？有的。哇哦哇哦哇哦！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谢无伤的告白灯牌，谢无伤。2000多米，那人绝对就是看队友死。从哪边找呢 ？S 城吗？我怕进 S 城出不来。怎么说？那出不来了吗？去 S 城吧，真的，我觉得真的要出不来。这边觉得人多，下面哪里啊？这里了。借无伤两个告白灯牌，借无伤。喜欢在外围打。你在那人的话，好打到底都是你。走，等一下。
一号你开车哦。往前开接他，你没枪啊？一把枪都没有。啥都没说，走不了，我往这边走。行。无所谓了，我们赶快去送。我们就不能说着我们活着出来吗？刚刚拿到的卡，那边有脚步，有脚步。有脚步，我离你的很远的，我都能听到。钟楼里面对吧？嗯。我在树那边送装备，好肥那棵树，结果就被打了。车耶，我碰到一辆车。下来了，我在卡楼梯。怎么下去了？那么来车了，他们在打车，拿两辆车，在这边。我现在打不到人，
只能看到车在转，那个车要炸了，那个车要炸了，停在这边了。标记了一处地点，那边车要炸了，这边有人啊。标记了一处地点。我这。他们有还有个车在转，妈呀！一梭子子弹打中了一枪，在外面这个楼里。标记了一处地点。嗯。哟，他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他们这边停了，外面封烟了，外面封烟了，留下脚步，到这里了，标记了一处地点，快打车！还有人，哇，死完，还有一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对的，那个倒了，旁边还有楼啊，这栋楼里。自由器，我操，他起来了啊，给他自己捡的，来扔地上了，这边里面还有一个人啊，没设置有麻皮吧？我怎么只有三个人头？绝杀了呗！三个人头还不够，他喵的落地盒都还没说话呢。对的。等一下，我去那边树，那个一号不说那边树很肥吗？我去看一眼。那个车翻了，所以说我赶紧打，我先打了。我的包很肥，我的包三头三甲，但是我不知道被别人捡了。没有被捡走，没被。不知道被打透没？你们拿一个吧。诶，有人吗？AK 威力还是很大的，准备，他那边有人。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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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们拿一个紧急呼吸器啊！你先放，不让你包，真的是。去二号那边。好无聊呀，我这里没有人。我们估计飞不到你那边。我在这里，整一个 M 城就我一个人，把这里输得干干净净。会过来找我吗？我搜了，我先放了。不去了，你们他在放了。你们那太远了。我紧急呼救器要飞。我们飞桥上吧，堵桥吧，这边。你过来，我们飞桥上。你们要去哪？我们要去桥上堵桥，我不要点地方。要去济港呀。
没有，这边桥上你看到吗？我标点的。那不是哦，那个机场那边桥。对对对对。没有背景，你们能帮我？你们有没有多的背景？要飞了。没关系，你要要的话，等会我给你，我给你个我三倍。啊，有人的，那个龙是刚开没多久，灰色的，对，所以说我们去这边，所以说我们去堵桥呀。你们看能不能飞到桥上？嗯。往那边赶了。你路上当心点。桥上有没有人？我们飞到桥那边了。这边桥在圈呀。你好，你他们是去哪了？信号枪哎，有人在渔村那边打信号枪，我们走吧。他俩刚上去，来，走吧走吧。人气人气。我刚想狗在这里面呢。有油吗？有油吗？你们 ？OK。刚加过，我没有了。我也没有油。你要三倍吗？三倍我给你。有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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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打呀！灭队！上车！上车！上车！灭队什么意思？就人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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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还没死。我怕那龙直接过水了。龙呢？没看着了。在上面，在山上，在这的。倒了一个。你加血，加血，加血，我也加血。他们有一个在救人，前面树。哎呀！我操 ！MG 三就是。对的。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快点，灭队啊！哇！救我，救我，救我！他俩死了，他俩死了。哇！他俩死了。我今天怎么遇到对手我老是对 MG3 呢，我吐了，又对个 MG3， 哎，不想打用麻痹了感觉。
三对个锤子对不过。几点了？肚子痛。对不过呀，干嘛批对啊？木七三。居然跑了个四步，哈哈哈哈！奥特曼吗？那是奥特曼。我刚直接打 AK 的，打又麻痹打了，今天晚上快打自闭了。今天好几次没打过。哎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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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无伤的爆竹，不想打了，我又不想打了。我不想打了，游戏打不下去了。打会这个吧。
这啥意思？是需要用道具的人吗？没有玩过，是要怎么玩？兔子啥意思？就是保卫萝卜呀，保卫萝卜是不能让要把兔子消灭了，不然兔子要吃萝卜。Bye.
多颜色的兔子来了。뭐해나는누굴자야네가보고싶어날속마음에담아오이모티콘하나하나속에달라지는내미묘한심리를알까오많이바쁘지않아나지금다른사람과함께이지않아나도너를생각중마야저저저왕거锤子야全是兔子玩，就是兔子往下面走，往上面走的时候，然后把兔子，一定要把兔子下面烧就行了，没必要在脸上烧。
밤샘 작업에 업데이트 흥미로운 이 작품의 지향이 That's me, oh 어쩜 이 관계의 클라이맥스 이 막으로 넘어가겐 지금이 그 타이밍 같은 마음인 걸 알아 Rea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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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를 고르지 마라 Repl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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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조금 장난스러워 原来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呀 解了吗？不解回来。
这关到底要怎么玩啊？什么鬼？我不懂这关的秘诀是什么呀？等一下，怎么才能拿高分呢？我怎么就看不懂呢？肯定是抱抱呀。然后呢？这肯定是往下冲呀，这不冲还想什么呢？又白拉一波。又别想过了，不懂啊，这浪费太多步了。好像得把上面的障碍都冲掉。哇塞，这关竟然能卡住。哇，这得拿特效冲啊。我竟然
能在这一关卡住？哇，又没了，又没了！真的。这搞笑吧！哇，又没了，又没了。这左边动都动不了。浪费太多步了，一开场就浪费太多步了。我得弹的呀，没了。哇，只剩九步了，这怎么都是横着消的特效呀？唉，横着消特效有什么用？差四个。又没过，我的妈！哇塞，竟然没精力了！我今天晚上竟然一关没过，我是个人才！哎，好笨啊！呀，谢我们家无伤31级啊，牛啊无伤，牛啊牛啊无伤。哎，哪个大姨妈人来傻了？哦，没有能量了。免费礼物没有，谢我们家无伤呀。为什么让他闭嘴啊？竟然没有能量，我两天没玩了，为什么没有能量呢？兑换道具，这什么？这是要干嘛？是一起打游戏吗？
左边是活人吧？我感觉我道具用早了。我以为我已经很菜了。这个没有步数需求的吗？哦，这只有时间限制，就是多打分就行了，我懂了，好像只有时间限制。这哪是教程，竞技场看到没有，这真的玩家在玩呢。好像只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步数限制，打他就完了。
又赢了。是我赢了耶。他笑那么快，为什么他输了？
밤샘 작업으로 업데이트 흥미로운 이 작품의 지연이 That's me, oh 어쩜 이 관계의 클라이맥스 이 막으로 넘어가게 지금이 그 타이밍 같은 마음인 걸 알아 Rea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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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너를 고르는 요요 行啊, 这些人也不行啊。 兔子吧，购买次数，我还有多少 Q 币？还有16 Q 币，再玩把兔子。
蓝色、绿色、棕色。完了，完了，完了！啊呀，兔子，兔子！哎，
뭐해라는 두 글자에 네가 보고 싶어 날 속마음에 담아 이모티콘 하나하나 속에 달라지는 내 미묘한 심리를 알다 많이 바쁘지 않아 nothing 많아 잠들어있지 않아 insomnia 지금 다른 사람과 함께이지 않아 나도 너를 생각 중 우리야 到了，今天反应慢。今天姨妈第二天，我感觉玩平板还是很菜啊。关键时刻老是往天上看，哎，要不还是用手机玩吧。手机练个五指，哈哈哈哈。五指手机，什么又出188了？五指手机又要换手机了。我下播了，明天见。明天见。
拜拜。这鼻子开的这个美颜怎么看得这么变态呢？是阴影吗？